的是多少的份数就是送你多少的，然后还有一个，哇，我的妈，这是大奖哎，恭喜你乳胶枕三个东西都是属于你的，所以大家不要离开直播间。这个乳胶枕是嗯，泰国进口直接进口的，是的，我们有那个证书，一会儿会给大家看的啊。姑姑今天其中一个极力推荐的。哇，这个太，是不是不想有自己的法令纹，不想加深呢？嗯嗯嗯，所以要留住了，留住了。然后我们现在还要抽两位，大家赶紧点关注加粉丝团。很多粉丝问这个怎么领奖品，刚才抽到哦，我关注你了，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刚才我抽到的人，我是点了关注的，会有一个叫小助理的一个关注你，到时候会联系到的，好不好？如果他等了三天都没人联系他怎么办呢？啊、哦，不会的，不会的，哦、不会的、啊，会，嗯，我们会尽快的。嗯，下播之后会尽快的去联系、嗯、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点了关注的，没有联系的话你就联系姑姑了，嗯，可以可以，嗯嗯，然后我们点了关注的同学点亮粉丝灯牌啊，一定要加入粉丝团才能生效，而且不要是私密账户，私密账户我们没办法去联系到你，好不好、哎、刚才是第、嗯、才是第，忘了忘了，我对对对，是吧，我太兴奋了，对的，还有两位哦，现在大家刷屏刷起来，把你对姑姑的爱表达出来，姑姑现在要抽第二位，是六份，就是你了，说不定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六份抽到我应该会尖叫吧，来我们抽取一下，来来看一下，恭喜蕊蕊，然后我要看一下哦，粉丝灯牌有的，然后我关注一下你，然后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姑姑已经开抽了， OK 有作品的，恭喜蕊蕊，彩虹蕊蕊，恭喜你哦，一个一个也很好了，一个也很好了，哇，不会吧，什么呀，不快吧，真的又是这样，我今姑姑的手今天真的好香啊，哎，你你知道手香这个意思哦，哦，是的，恭喜蕊蕊，你看一下、嗯、泰国进口的乳胶枕，他说姑姑爱你、哦、他是女的，是不是女的，我被反了，可以帮助你减少你的法令纹，嗯，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跟你说，你怎么去用它？嗯，姑姑是谁教你们？一个教你们怎么去用它。嗯、这个很重要。当没抽中奖的，别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大家赶紧把对姑姑的爱表达在我们的公屏上，记得要点关注，加粉丝团，然后点亮粉丝灯牌啊，然后把评论刷起来，我们要抽取第三位喽！哇，是的，来，我们准备一下，我都好紧张，为什么？来看一下，好。我们的 Herbs， 哎呦，我哦，不好意思，他没加入粉丝团哦， oh,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没加入粉丝团呢，赶紧就很可惜了。嗯、给大家两秒钟时间，赶紧点关注，对，头顶上方把我们的那个小黄心点一下，加入粉丝团，点亮粉丝灯牌，来，我们要抽取第三位喽，否则自己就错信了、嗯。来，我们来喽。啊，哎，他不动，他不动，哎，哦。恭喜我们的幻柔柔粉丝灯牌是两级的，哇哦！我看一下是不是私密账号啊？好，有240个作品，还蛮多的。恭喜你，来，给你抽奖了。是什么呢？嗯，哇，好紧张！哎呀，打不开。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呢？好，这个，嗯，刺激刺激。哦，恭喜、哦、这个也好的，我们的一个红冠发膜很好用的一个爆品，嗯，送给你，恭喜恭喜，是的，就这个红冠面膜发膜啊，会送给你的哦、嗯、恭喜，然后我们一会儿还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抽奖环节啊，就是活动互动团环节，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离开直播间，刚才两个也放回去吧，对的，不要离开直播间，对，而且我们给大家会不定时的发放红包雨啊，然后还会有一些福袋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红包雨现在可以设置一下吗？可以、啊、嗯，姑我们再发一波红包雨好不好？好，红包雨你马上就领到十分钟之内，嗯，红包雨一个红包里面有五块钱，你可以马上，你要超过五块的你就可以用，嗯，然后我们是在多少分钟之后开启的呢？十五分钟，跟大家讲一下，等一下我们左上角会出来一个红包雨啊，然后红包雨你们一定要先发，好不好？先发我才能演示教大家怎么去领取， 好吗？然后红包雨是有2000个，每个5元，如果您领取到了我们今天的产品，你都是可以直接使用这5元的一个券的啊，但是一定要5元以上的产品，5分钟之内一定要用，不然就会失效了，就没用了啊。然后我们下一个喽，姑姑没人能超越，可不嘛，哈，姑姑 YYDS， 下一个福利品，整套的、嗯、三件套了，三件套，嗯，该
三发帽三件套啊，有一个那个就是束发带，哇，这个卸妆的时候用的特别好，洗脸的时候，对的，然后还会有一个敷脸巾，还会有到的一个干发帽，三样日常价线下价，你去买买都要几十块了，是不是？49的价格，对，十几块了。今天直播间到手只要9.9的福利价，来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我们的福利品上架喽，颜色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红包雨也来喽，红包雨也来了，马上教大家领取一下。上脚。哎，姑姑他们在问你的那个手链呢，可以给大家秀一下。这今天会有是不是？今天会有。嗯，好好，给大家来，小哥可以看一下，很多人想看，他说没看清。那我们给大家来一个镜头，给一下展示。哇、哦，这是很高级蜜蜡，蜜蜡的，嗯，碧玉，是的。一会儿会有到哦，大家喜欢的可以留在直播间，不要离开直播间。这个三件套9.9，记得点关注再去抢我们的福利品，好不好？然后我们要下一个喽，下一个，有些粉丝还会说抢不到，抢不到我们。我再给你一个，另外一个。不说他是一个很爱收拾的人，我很爱收拾，很爱干净整齐，家里面必须要放得整整齐齐。果然女神就是各方面都值得我学习。我们日常价是19.9，因为我家很乱。我们日常价是19.9。那你找东西就是不烦吗？很烦，但是很烦啊。但是我收拾更烦。日常价19.9啊。你习惯了啊，这个收纳盒。嗯。日常的几块，最好要好便宜，好便宜都要几块钱了啊，4-5块、4-5块的。今天在姑姑直播间，5个到手只要9.9，颜色不指定，来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姑姑发量很足，哼。你不看看姑姑吃了些什么东西？对，你要知道我要吃的什么我是怎么用的，嗯，我是吹是怎么吹的，我是洗头发是怎么洗的，我是怎么按摩，吹头发很重要，是的，因为吹不好头发掉的蛮多的。对呀、啊，嗯，然后我们需要的大家可以去我们一号链接抢抢福利品。哇，还有下一个福利品哦，下一 个袜子，对的，我们哇卡哇卡的潮流中筒袜啊。然后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福利品，因为它就是蛮复古的那种，你搭什么鞋都好看，是不是？嗯、然后给大家做是这样弹力的优质长绒棉，日常价格是59，今天直播间19.9福利价，5双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啊，然后一号链接这个价格已经开喽。姑姑好漂亮，是不是？谢谢叔叔。嗯，然后我们这个教大家一下怎么去拍，好不好？大家记得点关注哦。来，我们教大家一下，给个镜头，我们一定要点关注，同学们，这边点了关注之后是一颗黄色小爱心，点爱心加入粉丝团，点亮粉丝灯牌，然后再去我们的购物车，找到我们的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然后你会发现有男款的跟女款的可以供你选择，对的，男生女生都有。哎，聚焦一下小哥，对的，然后男生女生款都是有到的啊。小哥我说切镜头才切，一定要跟着我走，好不好？嗯，谢谢。然后这边是5双装的哦，到手只要19.9，大家记得一定要点关注。我们下一个品是我们的那个羽绒服，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链接上了很多了，然后很多价格都给大家打开了，所以大家记得可以去我们右下角的购物车点开去选购一下，去找找有没有你喜欢的合适的，好不好？然后我们镜头要切到那边咯，来切镜头。贼酷贼漂亮，是不是？真的好好看呀、啊！好好看吧、那个、像自带反光板，让我的皮肤更漂亮。然后白色，这个羽绒服，长款的。你说暖不 暖？我们是90的，90的亚羽毛。对，白鸭绒。嗯。90白鸭绒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嗯。然后我们这个姑姑首选的，首推的颜色，她最喜欢这个白。我就喜欢白色。嗯。你会跟姑姑一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白色很容易脏啊。嗯但是很留意到这个小细节，里面的领口是黑色的，哪怕像姑姑今天化了妆，你撑到，你看撑到那个化妆笔，撑得脏了也是很容易清洗的。你看姑姑刚才这么撑，化妆笔都没上去、粉底都没上去。是的，因为它做的亮面的，它就不是那种磨砂压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就比较好打理啊。对，而且外面这个棉层是防护防脏。
防油，嗯，就是这个是一个三防面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白色我是不是会很不耐脏什么的啊？嗯，大家可以放心去穿。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姑姑，有些人说我小个子，我穿长款太长了，怎么办呢？或者是今天又没有那么冷，嗯、我穿这么大件是不是好浪费，还太热啊？嗯、是的，那是不是又要买一件？那怎么办？长的又买一件短的呢？嗯、那你看看姑姑，给你变身。变身变魔术是吧？变魔术，是的，我们是魔术贴的，所以你穿脱还是很方便的啊。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我是长款的，我现在就把它拉开。哇、嗯！如果这样子拉开，哎，看看旁边，拉开之后就是我们旁边小姐姐。对的，变成短款了，哎，好时髦、哦、你对，你可以配裤子，你看这个靴子就好好配。嗯，然后这个你是可以随意切换的。那姑姑，有些人可能会问，就说拉锁的话，看的会不会很明显？哇，我刚才没跟你说，你都没留意到这里有一个拉链吧？在哪里啊？你根本就看不见，摸也摸不着，是不是？对的，因为白色有点曝光，我们拿那个黄色给大家看一下。就看得很清楚，因为很多人担心它就是拉锁的那个样子。哇，很明显就不好看了。嗯，但我们这个来切个近景。对，你会发现它是无缝的。对的，在这边你根本就看不见它中间的那个拉锁缝。我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我掰都掰不开。嗯，就你要可能使劲的给它掰开，才看得到里面的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是可以随意的切换长款跟短款的，颜色有三个颜色。有没有想看？姑姑是穿黄色的。想的把颜色扣在我们的公屏上，然后让姑姑给大家试一下，好不好？你穿的大衣，你看里面都是很、很潮流啊，里面好好很潮，好好看，格纹很经典哎。嗯，如果大家想要看姑姑换颜色，就把想要姑姑穿的颜色一定要刷在公屏上啊。但是姑姑首选是白色，嗯、对的。哦，二选是黄色。他们想看，他们三个颜色都想看你穿。那我们要套一下吗？好，好，来给姑姑套一下我的黄色，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颜色，好不好？因为今天姑姑给大家准备的价格非常炸啊，然后我们先给大家开价格好不好？因为很多人他等不及，真的等不及了。嗯，我们日常价格姑姑都已经下单了，姑姑好选白的，日常价格709丫丫的品牌货，宝贝，大家可以放心啊。丫丫的，丫丫的，50年的一个大品牌，老品牌了。平时去买是要709，今天在我们姑姑的直播间。到手只要299，90白鸭绒三防面料，来一号链接、啊、上链接倒计时，3、2、1上链接。啊，小个子高个子都放心。然后之前姑姑有人在问他会不会跑绒，哦，告诉大家看黑色，黑色，嗯，这个黑色这样子，这样子，姑姑那天一直走。就是如果你们穿黑色羽绒服，它如果钻绒跑绒，其实看的会很明显，是不是？上面会有各种的白点点冒出来。好，看好了，这是我抖之前的样子。我真的很使劲了。然后抖完之后不会冒一点点白点点，不会跑绒，不会钻绒，因为我们是做了三层锁绒分隔充绒的啊。因为姑姑有人会担心什么，比如说这个羽绒在这儿，羽绒退很均匀的，对，均匀的分布，我们是均匀的，它是做了锁绒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好不好？然后我看还有粉丝还有同学在刷，想看姑姑穿黑色，想看姑姑穿黑色的在哪儿？告诉姑姑。对了，刷的人多姑才穿啊，我们姑姑不轻易试衣服的，要刷的人多才是的，有需要的有喜欢的，大家记得羽绒服提前买。嗯，姑姑，这里我要跟你说一个小惊喜哦。嗯，今天拍下的宝宝，我们可以抽3个免单。免单，姑姑知道了，我知道。不要钱带回家，送给你啊！不要钱带回家，3个宝贝，赶紧、先去买。这个是真的大惊喜。这样子，我们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姑，因为有人还想看你穿黑色。会不会就抽到我自己了？不会的，因为你也想抽到我、不，我是用了我的助理的账号，我自己下单的。抽到你不算啊，不行吧？抽到你不算，抽到我算吗？不行不行不行，抽到我算吗？来，很多粉丝、很多同学想看姑姑穿黑色，姑姑要给他们穿吗？对，如果你在颜色上面去纠结的话、如果你是工作或者是什么，你真的很担心耐脏的话，那个问题的话、你就选择黑色吧。是的，安全。安全百搭，你看，其实黑色，你看黑色也好看，很显瘦，因为它嗯，就是很洋气。是的，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抽免单要怎么抽呢？首先你一定要有订单，一定要付了款，不是说抽到你再去付款啊，这样是不作数的，姑姑。不错是吧？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去买了付好款，抽到你的话299不要了。而且你今天299买到的是我们线下去买要709的羽绒服。对啊，709的，这个一件羽绒等于两件的穿，长短。你就整个冬天你就不用烦了，又短又长又长又短。是的，它是可以自由切换的啊。但是我还是真的觉得白色好看。白色是不是？白色真的，如果你们没有想到哪一个，就必须要白色，白色，白色。有人说姑姑像20几岁，穿这个衣服真的很显年轻，而且打光版有没有？姑姑比我们两个脸白好多哟，就是这个打光版的效果。这样子，我们怎么给大家抽免单？这个蹭了一下下很容易，回家一搓搓搓就行。你看姑姑那个化妆品这样子都没搓。嗯，要三档面料的，都没有，都没蹭到。对的，没有粉底什么的蹭上去的，因为它很好打理。然后我们怎么抽免单呢？现在付好款的同学把我们拍了刷起来好不好？这样子我们是一号链接，是不是？以拍一号刷起来好不好？他们可能就觉得，哎，我到底选大中小码？哦，码子给大家推荐一下啊，120斤以内的穿 S 码，120到140选择 M 码，140到160选择 L 码的，卡码的往大一码去拍，因为冬天要穿很多厚的衣服。不确定的再把自己的那个身高体重报出来给大家推荐。现在想要参与抽免单的，把拍了以拍一号刷在公屏上。首先第一点要点关注，因为一定要是姑姑的粉丝啊、嗯，要加粉丝灯牌好不好？要加入粉丝团。第二，一定要确认自己付好款，就是已经付好款，我抽到你再去付款没用的，好吗？然后我们等一下直接就给大家抽了，所以大家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赶紧去下单啊！姑姑现在穿的这个是小码，还剩最后20单喽，只剩20单了，然后漂亮大气是不是？因为姑姑给大家选的款式很考究的。你可以看一下小哥我们来切个近景，包括扣子，这扣子都是给你做这种磨砂的，往上，小哥是那种磨砂的菱形扣，好高级哇，姑姑这下颌线绝了，看人去了。然后这个衣服各个细节都值得考究，包括里面刚才姑姑有跟大家说到格纹的、这个、就很好看。还有最后然后大家还不知道哎，对、这个因为有可以变身了，他可以变魔术。因为有些新进直播间的粉丝可能不知道啊，没有啦，没有了吗？哇，没有了！大家应该都拍到了吧？没有没拍到的粉丝了吧？如果你没拍到，一定要告诉姑姑啊！没拍到的粉丝，没拍到的，我赶紧去，我们赶紧去再联系一下，没有，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要给大家抽免单，如果你没拍到，错过抽免单的机会就很可惜了。抽免单是给大家抽3个免单的，不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没拍到的同学，一定要把没拍到告诉我们姑姑，这样才能给大家去想办法。最大码，大码不在直播间，因为我们是根据姑姑的那个来拿的尺码啊、拿的就是 S。拍好了的把已拍一号刷在公屏上，如果打字打错是无效的，没点关注没加粉丝灯牌都是无效的。如果有没拍到的一定要赶紧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就要来给大家抽免单了啊。然后姑姑身上这件跟我们旁边小姐姐是一件哦，是一件的、我们是同样的款式，是一样的，我把一件两双你把它拉开就是变成了短款。是的整个，是的，你冬天就能应付整个冬天，短的、长的，然后姑姑穿的是 S 码，加菲身上穿的也是 S 码啊。我看到有些同学刷没拍到，小哥帮我们看一下库存呢。他现在是断码了还是都没了？来后台小哥看一下我们这个羽绒服的一个库存。我们给大家把这样的库存299羽绒服，现在踢出来了，对，捡漏，有一些拍下没付款的踢出来了。如果还有没拍到的同学，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半分钟之后抽免单了。这个是丫丫品牌的羽绒服，丫丫大家知道50年了，一个老品牌，日常去买709的价格，今天直播间299，三防面料的90白鸭绒，够不够温暖？90白鸭绒薄，不跑绒不钻绒的，3层防绒的，给你们看下报告。这是我们90鸭绒的报告，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白色是90白鸭绒，黑色跟黄色采用的是90灰鸭绒，所以如果你介意这方面的话就去拍白色就好了，好不好？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喜欢姑姑身上这件就去买白色。我们马上给大家抽我们的免单，
现在拍好了的想要抽免单的同款的、想跟姑姑同款的，你拍一号刷在公屏上，给我一个手机或什么好不好，我来给大家，就是的，然后姑姑等一下给大家截图好吗？我也好紧张，看看是不是助理号可以关注。但拍的截图怎么截？点抽是不是？那姑姑我们点抽、哦、点抽，但点抽要合格订单，马上给我订单，看看这样子。稍等一下姑姑，我要跟他们说好，你拍一号，你拍一号，首先一定要点关注、点关注加粉丝团，没有粉丝灯牌不作数，如果抽到你你再去付款也不作数，我们是要看时间点的好不好，所以一定要付好款啊。来，我们先抽取第一位，第一位我们江户川柯南粉丝灯牌一级，我看一下是不是私密账号，哦，有作品的，恭喜江户川柯南同学。然后哇，恭喜你哦，但是还要买了，他如果没买到，我看一下时间，我们后台记一下，9:44，9:44之前付好款的订单，那就直接免单，9:44之后的就没办法了，对的，那不然就不公平嘛，是不是？对，我们为了公平。是的，然后我们准备抽第二位，所以如果买了这个羽绒服的啊，大家赶紧把乙派一号刷起来，我们还有两位哦，还有机会。乙派，我要看到。我跟你讲，现在那个。公平的速度蛮慢的，中奖率蛮高的。哦，来，我们开第二位 ，Never。然后粉丝灯牌是一级，好，助理号关注你。我们看一下有作品，恭喜 Never 小姐姐，确定在我们9:45之前拍下并付款的，就给你免单了啊。哇，然后我们快要第三个了。啊、，Google， 稍等一下，他们现在还在那个。哦，好。啊，有些宝贝说等一下他在付款，所以他说等一下。等你，我就等你。是的。不着急，我等着你。把乙拍一号刷起来，口令一定要是对的啊！乙拍一号，然后一定要确定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点亮了粉丝灯牌，并且买了羽绒服付款成功的才算数的，好不好？如果刚才说到的不满足的都没办法哟，抽到你再去都没办法啊。拍好了，还是我拍好了。你给我留言的哈。好的。你买了什么颜色？哦，我想知道你是的，一会儿告诉你买什么颜色，黄色还是黑色？我估计买白的多。那么准备来抽取了，大家乙派一号刷起来，来，姑姑我们再抽第三位。准备一二。乙派一号刷起来，我们第三位，对，要点这个蓝色这个名字。好，恭喜我们静心 meditation。哎呦，恭喜！来，我看一下有没有私密账号。恭喜，哎，有作品的这个静心，还是给你们看一下啊，静心。然后如果你在我们的9:46之前付款成功的话，羽绒服免单哦。哦，我们299现在不是我们的哈、啊、恭喜恭喜啊。然后哎，刚才很多同学在问，哎，姑姑鞋脚上的鞋子啊，很多有人留意到了吗？看到哇，留意到了吗？是的，很软很软，你看看、软软的，哎，给我近景。对的，来，我们切个近景。软软的，你看，好舒服的，我今天穿了一晚上了，穿了一晚上了，好好看、哦，对不对？你看都没看到一些皱褶。对的，还真的很软呢，很软的。而且你发现我可以直接踩跟穿，就有些同学他不喜欢后面有跟的，但你可以直接踩下去，因为它整个就很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姑姑给大家推荐的，同样是品牌货，红蜻蜓的。然后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它软，所以就很适合那些要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走来走去的。对的。经常在外奔波的，你上班要久站的，然后工作时长是很长的那种，这个就是很软的鞋，给你们看一下，不磨脚，不刮脚，对的。来，我们切个近景给大家看一下，拿白色，我怕黑色，有点看不清，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很软的，然后再看一下白色，白色它不是那种死白色的，你会发现上面做旧的一个金属扣，然后整个鞋型是很秀气的那种，然后它的软度。就是你久站的经常奔波的很好穿，这边也是软的，你可以直接踩跟穿啊。我们红蜻蜓的软底单鞋，然后两个颜色，姑姑脚上的白色跟我脚上的黑色，大家自由选择。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哇，我跟你讲，以前我们买红蜻蜓都要花5-600的价格去那个店上买，然后我们日常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539的红蜻蜓他们的观奇店539，今天直播间到手只要199，来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们给大家选的，姑姑给大家选的是真的皮哦，来看报告，我们外面的皮是用的牛皮的，对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牛皮的，然后这边是内里是用的猪皮的，所以你穿起来第一舒适软，第二很透气，所以姑姑才能穿那么久，它都可以跑很软，你看就可以这样。我最怕穿那个乐福鞋，穿一次两次，嗯，这个位置已经就哇哦，那个很褶痕就很明显，褶痕很明显，嗯，但是这个很软，而且这很百搭。对吧？嗯，它搭什么都可以，搭裤子这里，奶就是说这个颜色比较蓝，就其中就奶白颜色，对，有一点奶白色的那种感觉。搭配，你看，是的，配我裙子。嗯，它不挤脚，因为我们一般的鞋子，你知道这种鞋型哦，我就是有些脚宽的人，他不是这会挤吗？嗯，但是我脚宽的，我这一点都不会挤，不会难受。嗯，瘦小，对的，你的脚型瘦小。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鞋型是非常秀气的，就是你脚宽的人，你发现这边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所以它一不会挤脚，因为给大家选的很软的皮质；第二就是你宽脚穿起来也是很秀气的，不会显得就是很脚很大。它皮革的亮度，嗯，好好，对的，就是刚刚好，这个光泽度也很漂亮啊。嗯，喜欢的同学在一号链接，有那么一点点的复古的味道，嗯，有点英伦风的感觉。嗯，喜欢同学一号链接可以去拍喽。啊，这个配牛长的牛仔裤。你好好看，对的，小脚裤，对，小脚裤、牛仔裤、喇叭裤都可以啊。嗯嗯，喜欢的同学一号链接去拍它，大家记得不要离开直播间啊。然后我们下一个喽。有同学说这个鞋中秋节前买400多，买亏了。那确实。那我提议你中秋节的时候买的什么颜色，现在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嗯，要平衡。如果不是姑姑的话，我跟你讲，我们也做不到这么低的价格。因为红蜻蜓到处都有店的嘛，嗯，就是随便一个城市它都是有店的，你们可以去店上逛逛，它价格都是要500-600的啊。只是今天在姑姑的直播间，然后商家给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好不好？然后我们下一个姑姑非常喜欢这个雪中杯的保暖内衣，嗯，这个不是普通的保暖内衣，这个是厚实感的，而且里面有自带内衣的，嗯，你冬天的时候你可以不用穿，已经又在穿内衣，然后在外面再穿那个保暖内衣，就显很肿，你会觉得有点，也不舒服，舒服累着自己的，嗯，这个胸的你看旁边看的位置，这个其实挺大的，对的，可以切一个紧，这个，对，它是有一个弧形的。它可以给你的胸做到承托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大胸小胸都不用担心。对，而且它的胸垫可以脱卸。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嗯，我是看中一个，它，我跟你讲，姑姑真的是往外看往里翻，对，去研究。里面这一层是双层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是什么位置？这是这里肚肚的位置，肚肚的位置，这个位置。女生非常要保暖的位置，她特别这里做双层，因为我们这里嗯胃的时候，嗯，这个胃的地方嗯温暖的时候，你就整个人就特别暖，而且用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你刚吃饱的时候，嗯，你的胃有胃奶有一点点凸起来，凸起来了，嗯，它有这个竖啊，给的身体这个，嗯，这个嗯这个位置你懂吗？就是稍微视觉上会给你收腹一点点，是不是？嗯，但它不会勒得慌。就是它在我们女性比较关键重点的小腹的位置，需要保暖的位置，给你加了双层的。对，你没想过你贴暖宝宝，你贴哪里？你肯定就贴这个位置。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要特别保护这个位置，嗯，你这个位置胃这个位置暖了，整个肚子暖了，就会暖起来了，整个身体就会暖。而且我会建议大家，像这个比较厚实、很保暖的一个质量，嗯，我们要选择背心型的。嗯。不要选择那些长的这个背心型，而且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蕾丝的设计的，嗯，万一你穿的低领的衣服衬衣啊什么，你把这个已经万一露出来的还有一点点的小性感，是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机制，我们先上价格，很多同学都等不及了啊，他们都想穿羽绒服，小裤可以穿啊，然后羽绒服稍等一下，等一下再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雪中飞的保暖内衣日常价格是要289，大家可以去观奇店看一下。观奇店看一下。嗯，
今天直播间姑姑直播间到手只要39.9元一件、wow. 来上链接倒计时39.9啊，3、2、1一号链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啊， L 到 XL 适合80到110斤，单 XL 到两 XL 适合110到130，两 XL 到三 XL 适合130到150斤啊。然后这个面料也不一样，给大家加了那个桑蚕丝跟棉毛。哦，有检测报告的。对，我们说的都是能验证到的，有检测报告，桑蚕丝加我们的绵羊毛，所以它更保暖，又续温又保暖，好不好？然后颜色，姑姑推荐哪个颜色？颜色我会选择偏肤色还有黑色。哦，那就是肤色，卡其色跟我们的黑色是姑姑推荐的颜色，大家可以两件。你穿浅颜色的时候，浅颜色的衣服的时候，我就会穿。卡其颜色，深颜色的时候我就会穿黑。姑姑有同学问，里面需要穿内内吗？啊，不要！我刚才就说了，为什么这个？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完全不需要就直接就怎么穿。穿，因为它已经自带的送电的。对的，而且那个送电不是说哎那时候取不下来的那种。对对对，又不舒服，又那个型又不好看。对的，而且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习惯，我还是习惯穿自己平常的内衣，你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哎呦，蛮快的。取出来。是的，它是带一个可拆卸胸垫，就是平也不会变形的，因为说哎。取出来就会不会有点就是很皱很丑啦什么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自带胸垫，你想穿内衣去穿它也是 OK 的，你直接穿它也是 OK 的。然后喜欢的同学在我们自己选好尺码就好了。对的，而且带蕾丝的，你穿一些低领的衣服露出来也不会尴尬，很美观。姑姑都给大家考虑到，性感。是的，大家怎么买？好的，我们教大家一下啊，来各位同学，记得来小哥切个静静，一定要点好关注，点了关注之后。这边的黄色小爱心点下去，加入粉丝团，点亮粉丝灯牌，然后去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直接去购买就好了。比如说这边点击立即购买，选择你的尺码，选择你要的颜色，到手只要39.9元。然后我们下一个喽。哦，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在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洗澡？然后出来离开这个shower 什么浴霸什么的那些，出来的时候不是觉得特别冷，你赶紧很想有一个又温暖又大的毛巾把自己裹起来，浴巾把它裹起来，肯定有的，有这种情况吗？肯定有这个情况。而且姑姑，这个毛巾我觉得它得吸水，不然也很冷。对，是要吸水，又很软软的。对的，有这样的同学吗？舒服的，又大的，又够大，把你整个身体裹起来。对，因为你离开的浴室的时候，是特别最冷的时候。是的，那接下来姑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浴巾，杰丽雅的云柔大浴巾。杰丽雅的，说大浴巾，我们直接给大家看有多大。有大，对对对对，有多大。大到姑姑的高度是165，姑姑不见了，你看我都不见了，哎，这样子就没人类，对，很大，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1.7×90的，哇，哎，真的很长哎，好长啊，所以它足够包裹你，它就会让你很有安全感，你马上3秒钟就可以了，哇，很温暖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冬天都快到，得赶紧把自己带一个大的浴巾。是的，姑姑从来不用小的浴巾，我一定要用大的浴巾，很麻烦是不是？那我们先给大家开链接，因为我跟你讲，姑姑还有一个小妙招，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日常价格39.9元，对的，姑姑马上跟大家分享。我们喜欢需要的同学，一号链接日常价39.9元，今天在姑姑直播间1.7×90的，到手只要29.9元，来上链接倒计时，3、2、1。杰利亚的，这么大哟，这么大的，到手29.9元，对，这么大的，我跟你讲，姑姑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护肤的小秘诀，为什么跟这个浴巾有关系？姑姑的皮肤现在还是很可以的，我会在洗完澡，我要用大浴巾，为什么要坚持要用大浴巾？因为我可以马上把自己。用很短的时间，几秒钟之内，我把身体所有的水分擦干，大概它吸干，
吸得很快，吸得很快，我就马上就可以用我的护肤沐浴啊 ，body lotion 叫什么？身体乳润，对的，身体乳。身体乳，我要是马上身体乳，姑姑是马上涂的。那如果我等它干得很干了再用？这个吸收不太好，吸收等它，你再涂抹完身体之后、是马上涂是吸收是最好的，因为它毛孔打开了。对啊，为什么用小毛巾的好呢？我小的毛巾，好，这个小毛巾啊，我涂完这里。再涂这里，我都已经干的干了很长时间了，我再涂，吸收就不好了。我整个身体的皮肤状态，我再涂什么都吸收不是太好。然后我们颜色的话，跟大家说一下，颜色有很多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颜色，好不好？白色就干净，然后我们的绿色跟粉色的话，就是哎，女生应该蛮喜欢这样的颜色的。然后姑姑之前说，要是男生就选那个什么灰的啊，对对对对，男生肯定要选其他颜色。我自己我会选择这三个颜色。是的，然后喜欢需要的同学在我们一号链接到手29.9元，杰丽雅的大的一个大浴巾，1.7×90的，我们市面上更多的是1.4×70的，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加大号，因为姑姑是要求的啊。然后有需要的同学一号链接，我们要下一个喽。不掉屑这个。如果掉屑的毛巾你擦在身上掉在皮肤上面就啊好。有同学说从出现荧幕到现在一直美，就是有同学说想看一下它的面料，切个近景看一下。哦，可以啊。哦，要看一下的确这个面料它不，你看姑姑这么撑，不掉屑的，而且很软，你看上面这样子一层一层的都是很软的那种绒绒的，然后中间这些孔是让你干嘛的，它干的会很快，姑姑有没有发现？就你这个、是因为你，我也会选择这一点，我也看中这一点。你擦完之后，那毛巾会有点湿热，你挂在浴室，它很快就干，就没有机会给它剩一些菌。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杰丽雅大品牌，好不好？然后我们下一个喽。下一个，我想说，我现在穿着羽绒好热啊。要不要先脱一下？啊，不行，大家就喜欢看了，真的太漂亮了。我跟你讲，她真的很喜欢。羽绒服刚才一直有姐妹在问，我们羽绒服在几号链接？羽绒服，三号链接羽绒服啊，姑姑同款，今天到手只要299，平时去买要709的三防面料90白鸭绒的羽绒服，大家有需要可以去买一买，好不好？因为错过今天直播间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然后姑姑，我跟你讲，我之前不是说了，我们搜集了那些粉丝的评论嘛，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同学说，之前买了姑姑推荐的四件套，很好，很舒服，说什么时候再上？来喽，今天就上，今天就来上。今天姑姑特别给你们选择一套四件套，好高级，百搭高级。无论你是家里面是怎么的装修，你是中式的，你是潮流的，你是时尚的，怎么样的，什么的风格，你的床垫后面靠背是什么颜色，都很好搭配。意思是你家哪怕是中式的、欧式的、现代的，其实我们选的这个花色都是能很漂亮的融入进去的啊。这个颜色是香槟的颜色，好高级哦。这个 A B 两面的，A 这面是绸缎的，对的，很有点光泽，你看这个光泽度、光泽感，缎面光泽感有，它才会看起来更高级。对。然后另外一边我们睡的亲肤的是我们的亲肤棉。是的，因为有同学会说，如果我用这一面盖可能会有点凉啊，凉了，对吧？因为要到冬天了嘛。这个是用来看的。对的，这边就是好看的。这个是用来看的，摆在家有面子。对，另外一边是用来盖的。是的，所以大家第一舒适性姑姑也给大家考虑到了，第二就是给大家选择看起来贼贵的那种。就你光从视觉上看，这个光泽可能看不见那个花纹，这个我们就给可以切近景，切近景，那个，看它上面的提花吗？提花，这些花纹都是给大家采用的一个提花面料的啊。就是你平时啊，你发现这种花纹都做在一些高定礼服啊、旗袍上，我们今天给你做在床品上，而它的光泽度你发现没有？奢华，对，这个高级感。就我如果在商场里面看到这个的话，我会觉得好贵哦，很贵，应该要几千。我去那些商场，就特别去侦查到底大部分的一个价格，像这一套，要四位数是不是？先在我们直播间日常价，云玉的哦，云玉大品牌日常价899，今天直播间我们2.3×2.3的、一个就是通用规格的。四件套，被罩是2.5×2.3，床单是2.4×2.45，还有两个枕套标准的啊，
到手只要299，然后还要送，还要送东西，送，还送。姑姑特意给他选的，特别给你们选的，因为天气凉了，天气凉了，是的，给你选了一个羊毛被。我的天，羊毛，这个羊毛是51%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对的，澳毛。5%是澳毛。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进口的一个单子啊。就是它是什么呢？看到下面澳毛吗？我们的羊毛被里面用到的是真正的一个进口的澳洲羊毛啊，然后它的含量的话是51%，嗯，都是定位锁住的吧，羊棉的就不会跑，羊毛不会跑掉，嗯，然后就是四个角定位的，嗯，包边都是你的，好高级，连包边。是的，我们平时这个如果你去云玉他们家买的话要1104。嗯，1104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直接送，买我们四件套直接送给你。而且它的面料就不很安静的，嗯，你看，你听啊，你现在听我，我跟你说，静音的，是的，这个面料是静音的，不会你睡觉的时候放一下，像这个声音就很影响睡觉。对的，然后这还不够，姑姑还给大家选择了枕头、枕芯，嗯，就是我们这样子一对的，一对，嗯，很柔软。很柔软的一个枕芯，我们平时去云家买是要639的，也送这样子的赠品，加起来就是1700多的一个赠品。哇！今天花299搞定，还拿到一个很高级的四件套。来，我们一号链接先上链接，倒计时3、2、1，上链接。哇！一号链接299。姑姑，人家一般是买那个什么被子，然后买枕头送四件套。嗯，你今天买四件套。299送了一个羊毛被，因为我都替你们想好了，嗯，不用去烦的。你买一个四件套，你可能在考虑，哎，我这个冬天我要给自己添一个冬被，嗯，这个冬被保暖吗？保暖的，嗯，你就能够告诉你过整个冬天了。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今天299能拿到多少东西啊？嗯，那个也要在的，对，我们要一起给大家看，哦，对对对对对，好不好？要让粉丝知道他拿到什么东西。嗯，来，我们首先有到云玉家的一个轻奢四件套，没有入镜。是的，来，我们小哥帮忙挪一下。好高级的香槟颜色，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提花面料的四件套啊，送给直接买到的，不是纯颜色的啊，299的价格，然后还会送你一个价值1104的羊毛被，1000多的东西送给你，299送1000多，还有枕芯一对，去云玉买要639送给你。这个枕芯啊，嗯，这个是外面这一层很容易清洗的。是的，如果有一些脏脏啊、口水啊，嗯，睡觉就是有一些人流口水啊，它也不就流在上面，又会臭臭。而且它的回弹力，回弹力是很好的。你看，因为有一些枕头会越睡越扁，它回不来了，嗯。对，姑姑给大家选的赠品，大家放心，都是你平时去电商要花大几百甚至上千去买的。比如说这一套，再加上这被子，就要1700多了。你今天花299就能到手，而且送给你的，然后你还能拿到这么高级的，不挑搭配、不挑风格的一个四件套，轻奢四件套。需要的同学一号链接赶紧去拍，错过这场就没有这样子的福利了啊！因为很多同学之前姑姑有卖过那个四件套嘛，嗯，然后所以我心里有数，299是哇，物有所值，我给大家展开来看一下，可以。哦，的确，对，展开来更好看，让大家看看整个。是的，哎，我们小哥毫无默契。哇，好高级！哎，你们抖一下，可以看它的光泽。哇，我的妈呀，上面都是有道提花的。来，小哥切个近景，上面的提花面料全都是给你做平时做高定礼服的提花面料做上去的，这个，而且我们采用的活性染，嗯，哇，就显贵。姑姑给你们选那个四件套，就选的看起来很贵的那种。这个在商场里面要好几千呢。对的，一定是要的。有四位数一定的，3000-4000。今天在姑姑直播间啊，花299还会再给你送价值1104的羊毛被。是真真正正有含量的，可能有一些人呢，还是喜欢被一些被子有点安全感。嗯，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羊毛被，安全感。如果羊毛的成分太多了，
它可能会太压身。嗯，我今天给你选择的是51%的，你会感觉有点刚刚好的安全感，就是裹着身体上，而不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盖一些太重或者太轻的。对，这个是刚刚好，有一点嗯安全软软的，软软的。姑姑有同学在问，四件套被子里层是棉的吗？就我们的四件套。城市棉，我们是棉的吗？棉的，对，因为他担心会滑滑凉凉的。另一面是缎面的，另外一面是亲肤棉的，你可以亲肤睡的时候，就是你贴身盖的那面是棉的。然后有同学在问姑姑，我们这个送的被子是几斤的？5斤，5斤左右的一个，5斤的，是的。而且它里面澳洲绵羊毛的含量是51%，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的，这边有的，来，我们切个近景。有我们的聚焦小哥，对的，这个，看得到绵羊毛，嗯，然后而且是澳大利亚的羊毛。你问我这个羽绒服软不软？我跟你说很软，因为我已经冒汗了。是的，有枕头套吗？当然有。啊，有枕头套，当然有的，都是四件套的。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有些同学觉得太便宜了，真的。299他不相信，相信。299有几样东西啊？嘉威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为了你们去争取的。是的，日常去买要899的四件套。今天299，有一个2米乘2米3的被罩，2米4乘2米45的床单，还有我们48乘74的枕套一对，这些是我们的主品。然后姑姑给大家再送我们5斤左右的羊毛被，里面羊毛澳洲绵羊毛51%的含量，平时你去买要花1104的一个价格，2米乘2米3的啊。然后还会再送你我们的枕头，对，枕芯裤保护我们颈椎的枕头啊，所以你拿到手的有1、2、3、4、5、6个东西啊。如果你枕被单粉丝，被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被单是纯颜色的，就这样，纯色，纯颜色的，因为你躺在上面你要舒服嘛，要亲肤嘛，纯色的，这个亲肤棉的，嗯，这个纯棉色亲肤棉的。是的，姑姑连裙也上了啊？什么？他说他们喜欢你的连衣裙，连衣裙喜欢我的连衣裙了。哎呦，还有最后20单，只剩20单。然后姑姑他们说这个材质，这个是棉的哦，这个亲肤棉的，这个是亲肤棉的。哇，质感好，纯颜色的，哇，纯颜色，你看，哇，好细腻。是的，而且我们采用的都是环保的活性易染，大家可以放心哦。对。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去1号链接去拍下了，还有最后15单，只剩15单喽。在家里面抱着一套，打在公屏上，等一下给大家抽一个免单哦。这个送给朋友，真的不是礼，送不是说不是礼会很有面子。对的，哎，这也可以送那个呀，就是送婆婆还蛮好的，对吧？送婆婆啊，送给什么长辈那些也很好，送给朋友也很好啊。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抽免单了，同学们，好，哎，这个有抽免单了，哦，有免单，抽一个免单，一个哦。但是姑姑，你抽的这个免单哦，它加赠品加主品，它的价值是有到2000多的一个价值的。对啊，是的，因为我们的四件套平时去买它要899的，今天在姑姑直播间299嘛，然后我们会送你一个1104的羊毛被，还会再送你639的枕芯一对，所以价值感很高，大家赶紧去1号链接拍，因为马上要抽免单了。嘉威教大家怎么拍吧。是的，我们教大家一下啊。过儿够了啊，过儿。对，好的品牌我们要选择好的品牌。来，我们教大家一下，首先要点关注，这边头顶上方把关注点好之后，黄色爱心点一下，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点亮粉丝灯牌，然后去我们这边下角右下角黄色购物车299这个四件套，点击去抢购，同学们啊，大家把已拍打起来，然后付款成功的同学把已拍打在公屏上，等一下姑姑也是点评，是不是？是的，直接哇，点屏幕公开公平公正，当着你们的面点一下大家的那个 ID， 如果抽到你，你在姑姑抽取之前是付好款的，那恭喜你免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付款，我就担心刚才那种情况。对呀，刚才有一个，他没加，他没加灯牌，不要那个忘记点亮我们的粉丝灯牌，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账号不要设置成那个私密的，好不好？对的，有质量保障吗？这么便宜？哦，宝贝，安心购，安心购三个字，
回答到你应该就够有保障了。就是你买回去有任何问题，你买回去你觉得不值、嗯、你觉得哎299退好不好，嗯，然后我们刚才说的什么羊毛被的还量多少，大家都是可以买回去检51的、啊、嗯，都可以回去检查了好不好，嗯，然后买好了之后多大床用的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拍好的把椅拍刷起来、嗯、还有在犹豫的同学我再给大家两分钟时间。首先日常价格是899，今天在姑姑直播间到手只要299，过了的时间就没有的了。对的，然后我们的主品是一个轻奢提花四件套，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这个是这个跨色是、嗯、我去用四个字形容、嗯、越看越好看。你给他就是往这边拿吧，你们两个人在这边稍微举一下好不好，然后跟他说一下我们的轻奢四件套的规格是通用的，被罩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米4乘2米45，整套也是我们的那个正常规格的啊，然后是一套整套到手299，还会送你价值1104的羊毛被，澳洲棉毛的啊，然后是在我们的那个5斤左右的一个量，还会再给大家送价值639的枕芯一对。好，来我们现在点了，是的，送看看抽免单，一定要在姑姑抽你之前付款成功，要加灯牌，要点关注来姑姑。看看谁是那一位了、嗯，幸运儿。要留说一派一派，有安心购就是运费险的意思吗？是的，是吧，有安心购就是有运费险。他们都想要我的裙子啊。对，哎，点灯牌，我现在看到很多荣惠没点灯牌，点他名姑姑、哎、好。来、oh. 恭喜我们枕头仔，名字还蛮枕头仔，恭喜你有粉丝灯牌，我看一下是不是私密账号，因为如果是私密账号没办法 OK 的、okay. 有作品的，恭喜枕头仔，如果你在10:14之前付款成功的话啊，我们这个就给你免单了好不好。好，那如果大家都拍到的话我们要下一个咯，大家记得一定要点关注啊，点好关注，而且我们左上角有福袋哦，嗯，然后我们来教大家一下福袋，来给个镜头，大家一定要点关注，点好关注之后这边黄色爱心点亮一下，点亮黄色爱心加入我们粉丝团，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个福袋，点击福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里面有我们的 iPad 第9代，价值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去参与一下我们的福袋啊，如果参与到中奖了 iPad 就是你的，就可以带回家了好不好，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点关注加入粉丝团哦。我身上这个好热，这羽绒服记得一定要买，这羽绒服压压的，日常价格你去买要709，今天在直播间只要299三防面料的啊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还会有很多的福利好物给大家推荐到，还会有一块都不到的福利品给到大家，然后一会儿还有我们姑姑自己在用的面膜美容仪等等等等很多东西，价格都非常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蹲住了，然后我们那边准备好的话我们要切镜头切过去咯，嗯，裙子今天没有保，蹲一下后面好不好，嗯，好，我们切过去咯，看来我下一次穿什么就要上个链接，好，我们下来准备下一个给你们的一个大福利，福士多的蜂蜜柚子茶500克的，平常日常价是19.9的，今天我们只要9.9，我们再上个链接，上链接，上链接了，直接上了，准备好了，3 2 1一号链接。是吗？妈呢？那个羽绒服真的很热。你看我脸上的油，我又得吸下油。这羽绒服真的好保暖啊！哎呦，我看见旁边的什么东西了哟。是的，它知道我们消耗了，流了汗，你知道要补充一下。来，我们下一个。下一个，这姑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干，我没吃到吞吐。哇！但是我刚才吃了。我想吃好，要不你跟讲一下，我来吃，我好想吃哦。我刚才馋了很久你知道吗，你刚才吃的时候我一直在那吞咽口水，这跟大家说一下，好香的，嗯，红薯，嗯，而且爆浆的蜜薯，好，我吞完了，嗯，这个红薯你冬天吃，嗯，这个你会觉得嗯怎么啊，纤维的感觉，纤维，嗯，没有负担，嗯，因为它里面就只有红薯，没有其他的什么糖浆啊，一些什么添加的什么味道，是的，
配料表非常的单一，就是红薯，而且这么包装，真空包装，嗯，你就放在包包里面可以加热，加热。但是我跟你说，冰室更好吃。哎，真的，放在冰箱，放在冰箱里面，它不噎的。嗯，然后就糯糯的口感，还很甜。对，不是很那不，它的甜是天然不腻的那种的那种甜。嗯，而且很健康。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大家要去外面买烤红薯，其实就真的可遇不可求，你遇到了就能买到，有时候人家没有出来出摊的话就买不到。而且有的时候你们想，嗯，你突然就想吃一个两个，嗯，但是你不可能一个两个买啊。对，可能就是它这么大，对，一斤一斤这么买了。是的，你可能吃的太多，或者你吃不完就又浪费了。嗯，但是这个包装，包装严谨，而且最重要那个爆浆的味道，嗯，甜甜的，糯糯的。是的，像你把它当成零食也好，有些时候你肚子饿了，嗯，你放在包包，你工作晚了加班，哎，都可以的，来一包。对的，粉丝都被说馋了，姑姑，那给大家拍喽。我们日常价格是79.8，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日常去买79.8，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36.9，到手320克一盒的两盒，大概有12个左右，我们以克数来说啊。36.9，来上车倒计时，3、2、1。一号链接。我们左上角的福袋还有3分钟就要开了哟，里面是我们的苹果 iPad。好吃，好吃，很好吃。地瓜一定要连皮吃，皮再跟肉的，嗯，最是营养最多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包装差之轻的把皮去掉了，我肯定看不上它了。哎，也是哦，对不对？嗯，它皮很干净。有些人不知道的，哎呀，为什么有皮还把它皮的去掉？哎呦，你就不知道那个好味道。而且一包连皮吃，对，这个热的好吃，室温的也方便。是的，放在听姑姑说，放在冰箱里面，随时拿出来，那个口感又不一样。嗯，很丰富的口感。对的，就是让你红薯自由，好不好？来，我们教大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福袋要开了啊！大家记得点关注，点了关注，黄色爱心点亮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这边有一个福袋，就彩色这个，因为我们还有2分多钟就要开了，大家记得点福袋参与一下，因为里面有一台 iPad 第九代的 iPad， 所以大家赶紧去参与一下，说不定中奖的幸运朋友就是你。开福袋不能离开直播间哦，否则就失效了。Oh,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还有2分半钟，这2分半钟待住了，万一中奖的是你走了那就很可惜了，就没办法了，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在直播间。姑姑还是那样漂亮，有同学在跟你表白啊。还是你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姑姑到现在还能这么漂亮，然后又是瘦瘦的，然后精神她面貌又很好，然后你发现脸上也是什么白白净净的，没有斑。我跟你讲姑姑，我说句，我不是完全没有斑，我是有那么一点，但是我不多，但是真的很浅， 我的斑都比你深，说句实话。我那天就第一次见到姑姑的时候，她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这样盯着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看你的皮肤，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她美不美皮肤很重要，是不是？对吧？因为你发现有一些小姐妹她可能五官不是特别精致，但如果她的皮肤白白嫩嫩没有斑点，你会觉得哇，马上加分，气质很好，气质，我觉得就觉得很漂亮，觉得是好漂亮。所以皮肤的状态很重要，白白净净很重要。那我们下一个品，这个姑姑非常发言权啊，这个姑姑很熟悉的一个品了，从开播问到现在，姑姑啊，因为你的老粉丝都知道你有在代言这个品牌。对，我每个礼拜最少用一次到两次。是的，因为他，如果你有没有一些同学们，你经过这个整个夏天呢，有点变了一点点，黑了一点点啊，或者是年纪大了，慢慢觉得有一点点长斑了，尤其是这个位置，或者晒斑也很容易，晒斑这个位置很容易就出现了。是的，或者你有些时候年轻的小伙伴们，你可能就熬夜了，第二天醒来觉得这么有点黄黄的，就是没精神的，只是你表面一层，是你表面的皮肤状态不好，非常。是不是又在说我？啊，没，你因为我的，因为我昨天，我跟你讲，因为昨天你我们没见到面嘛，昨天我5点才回去，我只睡了3个小时，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跟那个半条命没了一样。那你就真的要。所以我就今天来直播间，我就开始想要敷这个，你知道吗？这个，这个今天只有。在姑姑的直播间，只有在姑姑的这边才有这个机制。对，一瓶500，
我跟大家报一下机制好不好？好，因为它机制非常炸，我们先给大家开价格，再来慢慢去讲分享。只要你是在直播间有那个斑点问题的，想要全脸去焕白、提亮、美白、祛斑的、补水的，对，还要想补水不要干的人，你一定要蹲住了。我们这个是持证上岗啊，有到我们的淡斑特征，来切个近景，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对，有淡斑特征的持证上岗。真正有效果的东西，然后我们姑姑自己代言的姬先知的补水祛斑的美白面膜，日常价格238，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线下价格，日常价格是238，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听好了，238不要，198到手，我们面膜50克的一个，一个再送同款，来了一个。两个，三个正装的量，这两个是送给你的，198都还不够，姑姑。所以我说，只有在我的直播间才有的，这个是姑姑每个礼拜都要用的面膜。是的，我们姑姑又给大家，哇，好多，还给大家加赠了我们哇他们的，就是正装的。蜂蜜嫩肌滋养面膜50克正装的一个，这个是滋养的，这个都要169，你们可以去观奇店看一下，还送，喂，宝贝，这个也送给你们，姑姑的粉丝们，25片玻尿酸补水面膜，价值397的送给你，还送我们的，来，泥膜在下面看得到吗？举起来给你看，泥膜牡蛎浴血补水祛斑美白，这个白就清洁的，对的，同样有到我们的。我是选择就是让你们试试不同的，就不特别补水的面膜，带一种清洁的泥膜，就是让你又美白又祛斑又补水了，多管齐下啊！来，我们这么多到手只要198，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只在姑姑直播间买得到，哇，其他地方买不到。总价值是1344，但只要198，而且我们有安心购，安心购，你用，你觉得不好用，没有姑姑说那个效果，感觉你就退回来。可以的，我们有安心购啊。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这个要姑姑跟你们分享。罗马也不是一天就建成了，你要保持，你要坚持，像姑姑一样，我坚持每个礼拜最少一次两次，然后你厚厚的涂一层，姑姑还会涂哪里啊，你知道吗？脖子哦，我说脖子是我们女人的第二张脸了，别忘记它，而且很容易有色差，是不是？对，那大家记得一定要跟姑姑一样使用，因为今天给到3瓶嘛，就你放心摸的，对，放心摸抹身上。哎，你怎么知道我真的会抹身上？我抹手，很奢侈。我抹手的，但今天确实给大家的价格，给大家量，就是你这样子去用也不心疼的啊。然后姑姑给大家建议就是1周用2次，是不是？1周用2次。啊，1周2次就可以了。你厚敷一点，厚敷一点，全脸就是看不到，一定要直到你不要省着用。你省着用，你觉得你省着用，你觉得少一点，那个效果就不在了，因为它被皮肤榨干了。有同学在问，快用完了就是白了，然后斑还在，但是斑一直会长的，有一些同学是因为他经常晒，那要看你是什么斑的，如果你是那些荷尔蒙斑，我跟你说，你要面对现实，荷尔蒙斑是好难搞，但晒斑是 OK 的，晒斑、还有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黑色素浮现出来，它也是 OK 的，然后还有同学在用，我问是要一直用吗？反正姑姑是一直用，就是姑姑一直到现在坚持用，我到现在我都一直在用。对的，然后孕妇哺乳期的话是不建议啊，不建议啊。有同学腋下都涂，他用的更精致。哇，你比我更精致。是的，他说用了198变姑姑，至少你能跟姑姑拥有同样的皮肤状况。因为我们这个是持证上岗，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美白淡斑特征，这是真正有效果的，去给你做到美白提亮淡斑的啊。里面有一个成分也要特别给大家科普一下，是的，里面有一个叫熊果苷，那个熊果苷我们除了要淡
画我们的斑斑之外，我们要想想源头怎么去防止它。熊果苷可以减少，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皮肤上面的黑色素的形成，这个是更重要的。是真正有效果的去给你做到斑斑，从根源性给你解决斑斑点点的问题。里面还加了高岭土，因为有些同学会说，那我这个用了，他们会有评论吗？我看到有人在说，用了之后感觉皮肤变干净了。因为它有高岭土，对，清洁你皮肤是出门的一些油脂，是的，所以它不同的成分也有玻尿酸，它的就是透明质酸给你补水，所以这个就是又补水，比较多效型的，多管齐下的去给你又淡斑又提亮又补水了。因为很多同学他用那种美白提亮的会发现用完有一些会有点干，但这款用完脸是不会拔干的。是的，他说的是15分钟，但是很多时候姑姑涂完之后我去看电视，看着看着已经半小时就过去了，我都忘记了。你看姑姑的状态还是很好，我也没是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啊。然后有同学在问，敏敏即可用吗？打断一下，我们的品牌方也来现场了哟。哦，我带来了一些小福利，什么福利啊？什么福利？来，我们有请一下我们品牌方。给我什么福利？可以现场送。来，欢迎我们金贤居的品牌方，欢迎欢迎欢迎。感谢姑姑，感谢姑姑辛苦。好，你送花的不如送。福利给我的粉丝吧，今天太福利了，来直播间所有是姑姑粉丝的，所有喜欢和我大家一样喜欢粉丝喜欢姑姑的粉丝扣个一好不好？好，我们看有多少人，我给来公屏刷起来，要福利了，同学们，想要福利的，有什么福利？像大家，像在座的所有工作人员一样爱姑姑的，扣个一，有扣多少一，我就送多少。我现在已经扣下，都一了，真的假的？都一了，而且赶紧。哦 ，OK， 那是这样子，先让大家凑凑手速，好吧？先一千单够不够？姑姑，一千单的福利，一分钱。一分钱的福利，一分钱的，一分钱，好，一千单，先来一千单可以吗？是这个面膜吗？对，这个是一分钱的这个面膜，一毛钱啊！你差点又多送出来，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关系啊，他们可以的，有钱是不是？有钱嘛，可以的，来，金他们自己，这个是姬仙芝的玻尿酸补水面膜两片，今天品牌方带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所有是粉丝的，一片。但是拍之前要有要求，一定是姑姑的粉丝，对，一定加。啊，当然了，这个是当然的。那大家赶紧点关注，点好关注，点亮粉丝灯牌。姬仙芝玻尿酸补水面膜两片到手一毛钱，来上链接，倒计时3、2、1，上链接。一号链接。赶快去抢手慢没有，一定要点关注，不点关注没有哦。哇，谢谢品牌方给我们的礼物啊。哇，谢谢。如果不够还有，就是我可以一直拿。录下来，你得走。对，对，如果不够还有，对，现在如果大家觉得不够还有，觉得你们觉得不够的话，因为什么？因为我在下面其实很感动，像刚刚给大志老师说姑姑去代言一个产品的时候，她真的用，我当然了，真的用，我否则真的我对不起我。对对，所以说我在下面没有了吗？没了，再来。对，我刚刚说话再来，说话算数，然后再给大家来一千单，好吧？哇，要不要？来，同学要不要？多少没抢到的？有同学说拍不了，没抢到拍不了的，现在赶紧要不要加单？要加单的，加单扣在公屏上。要的，要加单扣出来哦。说要，姑姑在给大家争取福利，也可以好吗？对对对，对的，赶紧刷起来。我感觉蛮多的，一千个够抢了吗？同学们。一千个品牌吧，够抢了。那我们先抢了再说好不好？我们姬仙芝的玻尿酸补水面膜两片到手，今天福利价一毛钱，上架一千单，倒计时3、2、1，上链接，一号链接，赶快抢！抢了没抢到不够再找他要。对，不够的话还要。对，哎，那个运营把门锁一下啊，免得他跑一下。今天就是来给姑姑站台的，因为真的很感动，真的，谢谢品牌方，很实在的，感谢啊，很多同学都抢到了，是不是？好，谢谢你，姑姑是真开心啊，谢谢我们姬仙芝品牌方，你的心意我收下了，因为姬仙芝真的是我们姑姑自己不仅代言，而且是真的是在用，她自己一直坚持在用的美白单脖子手，都用上，哎，那姑姑刚才又学到了，说腋下也要涂。有很精致哦，大
但是夜下贵族我在考量，在考虑这夜下贵族，那你怎么你这样子他就瘫在沙发上，我手因为苦手的时候我看电视我就这样子、我就徒手的时候我就放着，放着这样子做手模，对，我就看电视。抢到了，恭喜抢到的。还有没抢到的？没抢到的，那这样子我们等一会儿，反正我说了门锁了啊，品牌方先不让他走，好不好？如果一会儿大家热情给我们再给大家来放，好吗？然后因为很多同学还在等我们后面的一些品啊，有同学在问含酒精吗？没酒精，没香精，不会刺激，就是。在美白淡斑的这个护肤品类来说，它真的已经很不敏敏了。因为像我是敏敏皮，我那天是有试过的，我上脸待了个20分钟，我都没有说红红或怎么样的。所以大家收到也要在耳后先做测试，好不好？对，就好。你不确定再试一下。对的，敏敏肌啊，就可以先试一下了。这个也很好。我又来了。姑姑的发量我就告诉你、你如果你相信姑姑的发量，你就相信姑姑的判断，对于头发的用品，洗发水啊，吹风机啊，护发素啊，精油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所有关于头发的你就相信姑姑的一些标准。如果你想你的头发有点亮亮的，滋润的，清洁的，你就选它这么测。这个很多同学都知道的，很爆的一个品。对，它 Vino 家的，就是我们那个经常用的红罐那个发膜呀。但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是一个复合的洗发水。为什么会只上两罐洗发水？就考虑到有一些同学很懒，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又很忙，可能他洗头发的时间就很快了，他就等不及去说把护发素抹上去，还要等5分钟啊。其实这个洗发水可以就 OK 了，可以不用，可以不用护发素，是的，也是很流顺的。就如果你真的觉得护肤的护发的步骤很麻烦的啊，但是又想拥有跟姑姑一样好的发质的话，选择我们 Vino 的，因为它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那种干枯的，烫很多、染很多的那种头发，是不是？有一些啊，如果有些分叉啊，你觉得有点干干乎乎，有点变好像黄，不是灰色，黄。不够光泽，就感觉缺营养。因为我们这个是给你加了蜂王浆提取物的，去给你深入到我们的发芯去做滋养。你干燥的、出油的、毛躁的、暗哑的，包括你头发，一天不洗可能就有味道的，都很适合去用它。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呢？他本身头皮就会发现出现一些异味味道的。用完这个好香啊。对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就是很高级那种沙龙味，但是那个香不是那种就是刺鼻，对对对，刺鼻那种，不是脂粉味，这个然后我们有需要的同学价格日常价一瓶就要98一瓶，今天直播间点关注亮灯牌，98一瓶，两瓶的量，平时买一瓶，先买两瓶哦，98两瓶，是的，550毫升到手1100毫升，来上链接倒计时啊，3、2、1，支持姑姑，谢谢我们同学支持姑姑啊，一号链接就是很适合全家一起用，全家一起用，量很多嘛。如果你问我是适合什么，中性的头发，中性，如果你很干的也很特别适合，干性的、中性的、中带油性、中干的都适合，但是如果你是。非常非常油，你洗完头就好像2个小时就已经出油了。那就要专门控油的了。对的，这个就专门控油的。而且这个很适合就是买给家里面的男生，因为男生基本上不用护发素，对吧？所以他们用这个就是又能洗干净头发，又能做到滋养，很方便。因为男生不可能抹那个护发素在那等几分钟的，他们觉得好烦。对的，觉得很烦啊。然后包括你觉得护发步骤太繁琐的，你就用它一步到位，好不好？喜欢的、需要的1号链接，大家可以去购买起来哦。然后我们要下一个喽。哇，平常一瓶的量，你收到两瓶，就是你普通的油的话，它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油性发质，哇，油的，有些人真的洗完头，我睡一醒，第二天整个头都是油的。我爸爸就是，哎呀，就他早上他每天早上会洗头，到大概下午的时候头发就很油，贴头皮了。有些人是真的特别这么油的，你就要特别用一些专门控油的。对，但如果是正常情况，它其实是 OK 的，你的出油量它都是能控制到。两瓶都是洗发水啊，而且你吹完头发之后，你摸你会觉得哎很油顺，很油顺。是的，然后最近掉发严重的同学，你今天一定要留在直播间。因为姑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非常多关于头发的东西。对，如果你觉得姑姑的头发发量，我没有用发片的，都是真的。对，姑姑没有就是带那种发片去增发量 的头发，都她自己的头发。然后我们下一个哦。我好像我
各位同学们，你们现在就用什么洗脸的？嗯，啊，会不会有一些人在洗澡的时候顺便用一些沐浴露？哎，真的有，我觉得男生、哦、很多男生都是吧，应该会吧？你们会吗？就是洗澡的时候会拿那个顺便沐浴露，顺便洗一下。哎呦，舌头，对对对，这个动作太熟悉了。怎么这么熟练呢？我怎么这么熟悉？不对啊，你肯定有看过。我没有。来，但是啊，你不是会？你看男生吧，他一定是男生。阿才 他说他会，洛西说不会，他我都不洗脸，那宝还是要洗一下的啊。要洗的。嗯。不能说不能说不完全不用洗面奶洗脸的、嗯、我们的脸是会出现一些油脂，你不清洁的话它毛孔会堵塞之后、嗯、你的皮肤就会不好。嗯，你可能不是说我每天要一天洗两次，但是一天一次是最基本的、嗯、但是要的。而且有很多同学还爱长痘痘、嗯、可能就是因为你清洁不到位。对，因为你清洁不到位，毛孔被油脂堵塞之后，还有就是你平时出门都有一些灰尘什么的会附着的、嗯、所以皮肤粗糙也有可能是你清洁不到位。如果你问我、嗯、姑姑，你给我介绍一款好用的，好用的又性价比又好的，还能洗干净敏敏肌肤都能用的，这很重要，不用担心的、嗯、我不用怕我洗完之后会很绷紧、嗯、或者会长一些痘痘会敏感会泛红的、嗯、我就给你选择这个来试。这个、嗯、我们来试的氨基酸的一个洁面乳啊，就是它不同于皂基，就有一些同学他用皂基的话会太干。哇、嗯、这个会用把你的皮肤拔干，而且会伤害皮肤的那个屏障，就会感觉明明我不是敏敏肌，为什么用洗面奶用皮肤越来越敏敏了。它把脸上表层那种天然的油脂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嗯、根本它的那一层油脂是要保护我们的皮肤的，它都带走了，都带走了、嗯、但我们这款不会，因为我们不是皂基、嗯、我们选择的是氨基酸的，是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价格非常划算，日常价89一支。今天直播间点好关注亮好灯牌，我们不是一支哦，两支的量，全家都能用的量，两支到手只要49，来我们还送给大家同款洗面奶15克的一支，再给大家送洗完脸是不是要敷敷面膜、要敷敷面膜，海葡萄的、嗯、补水的，对的，海葡萄补水，洗完脸补水，面膜两片送给你，包括起泡网送给你，这么多到手只要49，来上架倒计时，3、2、1，嗯，一号链接，有需要的同学赶紧去买，嗯，然后姑姑为了给你们分享，就是她准备、哦、真的准备了很长时间，这个姑姑特地要求的，我跟你讲，就是说，嗯，这个小的，嗯，你去旅游、去旅行、出差就带这个，很方便，很方便，是的，你看这个还没开的，嗯。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姑姑现在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姑姑平时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啊。然后这个洗面奶洗完它非常温和，敏敏肌都可以用，因为它里面是有8种氨基酸的一个成分的，就是很温和。如果你平时洗完脸之后脸很崩，你就用它。对，嗯、它不崩。如果有些人很喜欢用起泡泡起得很厉害的，嗯、你可以用这个起泡网。起泡网，加的起泡。但是我不会。你说听我，如果你觉得姑姑的皮肤这样是很好，嗯、我就分你。我分享我的经验，嗯、同样是我会怎么用？嗯，你会把它挤在手心，挤在手心，然后把它湿着脸，哦，湿着脸，然后你把它，我们可以把这个水盆端上来，这样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哦，就像他有那个评论区分享。哦，好，嗯，好的。太姑姑太投入了，好，你看这样子，姑姑就会起到这个、嗯、这个程度就好了。嗯，我会起到这个程度，我就会。先起泡一点点这样就够了，然后就上脸，嗯、然后就按摩。哦，就打圈，打圈，嗯，然后就清洗干净。对的，它就可以把你毛孔里面多余的油脂带走，但是保护你皮肤的那层应该在的油脂还是不会带走的啊。就是给你温和清洁，做到彻底清洁的同时，它不会紧绷，不会拔干，很补水，很保湿。因为它是在给你洁面的同时，会给你做补水的动作。就是它里面的不仅就是一种氨基酸。嗯，不是两种氨基酸，是八种，不添加酒精，不添加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去使用，没有香精的啊。嗯、只要你是敏敏肌，你就用它，好不好？然后这个是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到手是49两支，还会给大家送很多赠品，赠品旅行装、嗯，是的，嗨。
两个海两片海葡萄的面膜，对对对，海葡萄的面膜，因为这些就是赠品都是姑姑给大家搭配的，嗯，他会考虑到有一些同学洗完脸还可能想敷敷面膜去保保湿什么的啊，补补水，所以给大家那个拿的那个赠品，要的赠品都是这样子搭好的，对，好吧，搭好这个旅行装，如果你在你可能去出差啊，嗯，去旅游啊，你可能就，嗯，哎呀觉得很大不想带，你干脆不洗脸，哎不行，对，因为国庆要到了，很多有那个出行计划的这个就刚刚好可以用起来，嗯，好不好，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去我们一号链接去拍起来咯，明明就都能用的，没相机还送了我们1000份水乳中样的1块钱，这个对一多多一分一块钱的，哇，这个十一假期要不要来？对，你走旅游的时候，哎，那个洗面奶，刚才那个洗面奶是不是？对不对？嗯，搭上，是的，哇，嗯，但是我们是这两个啊，这就是买了洗面奶的，这个刚才就这样去搭。你是刚才那个哈，嗯啊，刚才那个洗面奶那个哈，啊？对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哦，嗯，哇，一块，但是怎么才能拍到？点关注，亮灯牌，我们多少份？1000份，是不是？来1000份，10毫升水，10毫升乳，1号链接上链接倒计时啊，3、2、1，1号链接，赶快去冲，一定要点关注，因为这个是品牌方给姑姑的一个赠，嗯，那个福利了，是，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是粉丝才能去拍，好不好？也是满满的氨基酸的成分，嗯，补水的。对的，再提醒大家一下，记得去我们左上角点一下我们的那个食物福袋，里面是有 iPad 哦。里面有一台第9代的 iPad， 大家一定要点关注去参与一下。9分多钟之后开奖，不要离开直播间。离开直播间之后开奖是没办法，就是作数的啊。嗯，然后我们下一个，好，下一个，我想问问同学们，嗯，你们现在用什么？我刚才说用什么洗脸了，啊？嗯，你洗完脸之后你用什么去擦干的？对，你们用什么？毛巾吗？我以前用纸。纸有没有发现会有一些掉在脸上？嗯，有没有还用毛巾的？有吗？有这样的同学吗？问一下大家，你们我听到后面洗脸巾都有人说用洗脸巾，自然干不行吧？自然干就这样吗？是这样吗？你等到自然干，你还脸都干了，你还才涂护肤品，迟了，嗯，迟了。对对对，柔，嗯，柔棉柔巾，对，有棉，但是还有在用那个毛巾的很多啊，嗯，是的，就哎呀，姑姑已经好久不经，好久没有用毛巾了。毛巾大家不知道，那个毛巾是带着很多的菌菌的，因为一般毛巾它都会放在卫生间里面，然后卫生间又很潮湿，所以它根本就是细菌的温床，一些菌菌的一些满满的都在藏在里面，你看不见，然后你擦在脸上，你就想为什么我的皮肤状态不太好，而且经常长痘，不干，对，为什么不干净？因为那些菌菌都进去了。是的，嗯，那我们今天姑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你还在用毛巾的，用洗脸巾来替代，因为我们推荐的是一次性洗脸巾，嗯，就是你每次洗脸你就用一张就好了。然后今天姑姑给大家机制是非常好的，是吧？所以才能让大家不心疼嘛。对，因为有些同学会说，我去买一个毛巾的话也得要10几块吧，要的吧？他觉得可能我这十几块我可能用，嗯，半年了，啊，哎呀，你半年连脸都没有了，脸都没有了。但今天在直播间很划算，听好了，同学们，先给大家上链接。我们日常价格是206，多少呢？量跟大家说一下。对，嗯，我们这个是20×20的60抽的，每包是60抽，有3包。来，对的，这边三包。然后我们定制款洗脸巾，180抽了，就它的包装会漂亮一些。嗯，这个是40抽一包的，我们有6包。哦，对。这些到手，你平时要花206的价格，嗯，今天在姑姑直播间这么多，到手只要69.9，再送星空便携款的洗脸巾，嗯，20抽一包的4包，就是你这么多到手，一共13包，一共500抽，平均每抽1.4毛，不到1毛4。你可以一天，如果你用2抽的话，嗯，也才2毛多，嗯，很划算。来，我们有需要的，而且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很不环保啊？嗯，他们是植物纤维材质，可以再化解的。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教一下怎么使用，嗯，好不好？大家一定先去囤起来。来，206的日常价，今天69.9上车到手，3、2、1，1号链接。这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有给大家算过一个账，就是说，
你平时的话去买那种毛巾啊什么的也要花个十几二十块了，那你毛巾用个三个月其实也要换掉了嘛。嗯，但是我们这个洗脸巾的话你够了用，嗯，两百多天了，你三个月九十天，哪怕你一天用一张其实也只要十二块，对，就是很划算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一张算下来只要一毛多，而且对我们的皮肤重要，对我们的皮肤要干净，嗯，要保护，嗯，我们的脸是很珍贵的，是的，嗯，然后有同学不仅仅是我的脸，你的脸，你的脸，所有人的脸都珍贵，你的脸，同学们你的脸都是很珍贵的，嗯，所以大家一定就是你买再贵的护肤品，首先你清洁这步要做好，嗯，不然脸上全是细菌啊什么螨虫啊，那你再涂护肤品进去它其实也是没用的，对的。然后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材质，因为有同学会担心材质的问题，我们这个是99%加1%的植物纤维的，所以用在脸上是很安全放心的。这边是我们有到的一个检测报告啊，而且它可以自由降解的，你不会觉得说哎不环保，嗯，你可以学习姑姑，我用完之后，嗯，我不会立即的丢掉，我放旁边晾干了，我就用来擦其他清洁其他的地方。是的，嗯，然后甚至还可以给宝宝，比如说擦擦呀，擦擦身上啊什么的啊，嗯，链接已经打开喽。嗯，对，然后我们宝宝都可以使用的一个洗脸巾，为什么呢？因为是有到欧盟认证的，因为大家知道欧盟认证其实对婴幼儿这些是比较严格的嘛，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用在宝宝的擦屁屁或者给他擦擦身体啊擦擦脸都是可以的，尤其是给婴儿，嗯，给小孩子擦脸啊，嗯，他们的肌肤这么的嫩，嗯，然后姑姑就是有一些同学比如说他以前用毛巾呢他不会用，你要教教他，嗯，你看很大的一片，嗯，很大的一张，它有两面的，一面是有颗粒的，嗯，一面是滑，哎，为什么会一面平的，一面有颗粒？如果我们女生经常用面膜，有一些的润肤性的面膜，哎，比如说刚才那个鸡仙芝的那个，你就可以膏状的，你就这边擦的比较干净。哦，如果你平常洗脸的话，你就柔顺的一面，嗯，就大家懂了吗？嗯，就如果你平时脸上没擦什么啊，就清水洗脸，就用平面这边。如果你涂了膏状面膜，大家知道，如果你用手去洗要洗很久，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边珍珠纹的，顺便给你按摩，哎，真的去角质，对，对吧？这可以洗得很干净啊。然后刚才有说了，说有些人怕他说，哎，我只能用一次，其实哦不会擦那个桌子，哎，对，擦桌子啊，有些洗漱台，对我也是，我也是，顺便嗯刷完牙擦一擦。因为同学你们发现洗完脸洗完漱完口之后那个镜子上会有一些泡沫，嗯，那个洗漱台上蛮脏的，你就可以洗完脸之后用它去擦一擦，对啊，如果你觉得哎呀觉得就是感觉是心里觉得哎呀就能丢掉，我会觉得很浪费，嗯，但是其实不会，对的，然后你再擦擦地也是 OK 的，反正我会用蛮久的啊，嗯，然后有喜欢有需要的同学一号链接大家可以去拍起来，几包呀，起来啊，嗯，69.9到手是13包500抽，嗯嗯，13包500抽，算下来每抽只要1.4毛都不到的价格，好不好？放心去拍，这是姑姑给大家严格选品过的，嗯，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很容易滋生细菌。以前人，你如果你以前不知道就算了，但是你现在毛巾表面会有一层滑滑的东西，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哎，我至今不知道那什么。你们直播间有知道的粉丝吗？就是你家的毛巾用久了之后，它上面腻腻的，是不是？对，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就洗不干净，而且味道也洗不掉，然后这味道有点，嗯，它不是臭，但是有点馊馊的感觉。牛牛说，我就有这种情况。牛牛赶紧换洗脸巾了。那个到底是什么呀？有没有来跟我们解答一下的人？来，我们下一个。哦，这个也是需要的。嗯。润百颜，这个玻尿酸脂，嗯，我能说它玻尿酸脂物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吧？大家了解了，大家了解了哈，嗯，好，华熙生物的华熙生物，只要说到玻尿酸就会提到他们家，对，大家都不了，都不陌生了。嗯，然后甚至大家会就是开玩笑，就说那个润百颜是华熙生物的那个亲儿子，你知道吗？啊，就因为它的很多的一些研发出来的，比如说玻尿酸方面的一些，嗯，比如专利啊，或它的一些好的技术，它都会用在我们的润百颜上。因为它不仅仅是，它有总共有，嗯，1、2、3、4、5、6、7种不同的玻尿酸，对的，7种的玻尿酸，嗯，
这个最重要的今天是给到我们的机制，机制非常好。机制，那我们先给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好用，那机制有多吸引？是的，姑姑的。因为我跟你讲，姑姑就是他的粉丝真的很多哟，虽然只有你的一半啊，但也蛮多的。然后粉丝宝贝平时囤货可能就会看机制了，对，那跟大家说一下，姑姑今天给大家争取来的日常价格是389，我们来看一下，关系店去买389是多少支呢？30支，就一个月的量，就这一盒一个月的量，30支389。今天在姑姑直播间，389不要，到手只要299，我们再送我们同款次包 1.5ml 5支一袋的四袋，简而言之再送你20支，总共50支，买30支送20支，总共30支送50支哦，对的，到手50支只要299，来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就平时你买这20支都要276，所以这个药真的是要这个时间要囤起来的，是对的，尤其是已经开始秋天了，冬天了，那姑姑在这里要跟你们分享，姑姑是怎么护肤的护肤心得，你不要等到，因为姑姑已经开始，夏天我夏天会用的少一点，但是今天从最近中秋过后立秋之后了，我就用的多一点了，晚上我会用一整支，白天我会用半支哦，晚上是最好补水的，集中去给它密集的做补水，你不要等到你觉得皮肤有点干了，其实你早上起来有没有发现这个位置，脸颊的位置是有点干干的，额头抬头这里会不会，我那个铺粉的话我会卡粉卡皮，如果你是化妆人，你是化妆的时候很明显你就留意到有一点变化了，那不要等到你的肌肤表面真正的才感觉到一些干纹一些干的，你才用那个，它就现在已经要用上起来。是的，我跟大家讲，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女明星到底怎么护肤，女明星会不会就是用很贵的护肤品，因为大家知道女明星特别是拍戏是不是，演员一拍戏就是基本上待机10几个小时吧，要对了，就是很久的时间，那你早上化好的妆，像我啊到晚上可能就这边也是皮卡皮了爆皮了，这边又浮粉了什么的，如果你掉皮的你这么上妆都没办法上得好看，对，所以我发现那天我在问姑姑，我跟姑姑见面之后我说姑姑，我说你是怎么做到你的妆不会浮起来，然后你怎么再多次去补妆的，然后姑姑只说一句，她说我早上用了那个润白颜哦，我说哦，她说我早上用了，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买回去试试，在妆前用，妆前你可以用，妆前你可以你也可以，姑姑有些时候很特别干的时候，我把它挤在那个粉底混在一起用。哎，好方法！就如果你觉得你家的粉底液不好用，就它的颜色是 OK 的，但是滋润度不够，干皮的姐妹就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粉底液里面去混合起来用，就会更服帖。这姑姑的小妙招，好不好？然后我们要下一个品了，这个大家记得机制很好，今天赶紧去拍，要赶紧去拍，因为今天有安心购。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今天299到手是50支哦。很划算的一个价格，很划算。哇，神仙姐姐是吧？这个气种的，气种的玻尿酸。大叔姑姑好美好美，真的都在夸你，说神仙姐姐的秘密武器。哇，这个相当于应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小龙女手上的那个，如果把它形容成小龙女当时手上拿的东西，你会形容成什么？你不是有一个带断那个叫什么断板。缎带，白缎带是吧？那个白缎带，那白缎带很重要。肩白缎带下面那个钻，对对对对，那个小球球，那个是不是小球球？就它了。很多人都会在姑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问姑姑说：“姑姑，你怎么能就是说50多岁了？因为姑姑不避讳她的年纪，对的，我56岁，我56岁是我的骄傲。怎么能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状况？因为我跟你说，来镜头切一下，看一下姑姑这个下颌线。”姑姑这个下颌 ，Oh my god！ 你这个是20岁的下颌线吧？所以我对羡慕了。我的天，怎么做到的？姑姑快教我，因为我的下颌线，来镜头给我切一下。我今天不是说，我今天化妆之前用了什么？你看我的两个，按好了啦。你赶紧明天要用起来啊！比不过，没办法。今天姑姑化妆之前用了两个产品，一个是面膜，一个就是 Amiro 的美容仪。这个美容仪是的，姑姑用过，你没有用发现你在家里面怎么贵的一个很多
保养品、护肤品，怎么都没有效果呢？有没有听过一个有再贵再贵的一些护肤品也敌不过一个好用的家用的美容仪？因为我说的好用啊。好用的不是普通的家用美容仪，是的，因为姑姑买了很多仪器，我们之前有交流过，我好几个，我家里面从4000多块到过10000多块的美容仪我都有，有一些，所以我能告诉你是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真心的，有一些我也是踩过坑的。是吧？我也是有些，就如果像我们普通人去买，可能就真的只能花钱去试了。 对，花钱去试，然后我家里面有一些是已经封尘的。哦，就太麻烦，不用它。不是麻烦，它是我觉得没有效果，不好用。我觉得效果没有，我眼睛看不见，我也感受不到。所以我如果你听姑姑的，一些经验，我跟你说好用的就是好用，是吧？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我们怎么使用、怎么好用哦。这个，因为这个是最近我的新宠，是吧？然后这个品很火，姑姑最近应该大家都很见过很多人都在推。其实我跟你说，嘉菲，我不管它火不火的，我在世上脸上，你是真不管的，说实话，我真的不管它，我管它火不火，因为我没概念，我只会管它，我觉得好不好用，我觉得好上。要上，然后我赶紧跟你们说，跟这个团队说，你再给我再说一点多一点的机制，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了。这个品呢，最开始因为其实姑姑之前也了解过，很多人都在卖啊什么的，广告也打得还蛮厉害的。其实姑姑想说，哦，大家都觉得好用，她没用过，她其实是不会推的。对，所以这个是在她亲身试用之后觉得好用才会推荐给大家。今天机制也非常好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把链接给大家打开，对，先把链接上上。我们这个日常价是3699，3000，因为它是一个仪器，而且它是一个射频仪，而且是6级的一个射。平移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去他的观奇店去查查，都是3699。但今天在我们姑姑的直播间，在姑姑的直播间不要3699，我们给你谈到这个价格，到手只要2199，2190还不够，等后台有小哥在说给力了，但是我听出来小哥你的给力中有一丝疲惫，说明还不够给力，是不是？快点给力，再给力，说明不够给力，再给力。我们2199是一个仪器，一支凝胶，这样子的凝胶，对吧？今天姑姑给大家谈到的，这个，听好了，保湿的凝胶，再送大家来一支、两支、三支、四支，再来5支、6支，还有7支。哎呀，头昏。就这个凝胶已经值下价值1183，加上自己送的那个8支凝胶，然后还送。离子嫩肤仪价值699的送给你，来再送姑姑，要你拿了，因为那个东西一直就是你一直在用的那个掉的镜子随身镜，送给你，而且是打开会亮的那种，送给你，然后再送，会亮的，还送身体乳正装的亮的200毫升的2瓶送给你，再送。都讲赠品讲到口干了，姑姑再送面膜 B3 的面膜1盒5片的2盒，就10片的量送给你，再送，好乱，再送，来举起来，再送这个收纳盒，很大的一个化妆品收纳盒送给你，总价值加赠品总价值6645，今天在姑姑直播间到手只要2199，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有没有发现小哥声音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好，有点不一样。姑姑怎么说好用？你可能不相信。对的，我们给你自己去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直接上效果来看，好不好？这个美容仪主要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紧致，像今天姑姑化妆之前用的紧致提拉的，我只用了5分钟。5分钟就有这个效果，就有效果了。对，有一些仪器，这个，仪器用过有没有？我有10几20分钟，半小时。我之前买那个，哎，别说了，我也是，半小时。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功能就是淡纹的，我们一些纹纹干纹呢，就会10分钟。你每天你两天用一次，它就很方便用，你就。是的，来交代一下，它的按键也很简单，来切个近景，小哥。红色按钮，它有5个档，你可以选择
你看，就会亮灯，亮灯，嗯，紧致，绿灯，按一下，淡纹，嗯，然后红灯是淡纹，绿灯是紧致，然后这里是你就调整，哦，哎，要这个淡纹，你要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有五个档，五个档，五个档。嗯，但是姑姑会提议，如果你没用过的话，没用过仪器的，你就开始用，从一二开始，慢慢的去用，慢慢的去用，嗯，慢慢的去用。它提拉只要五分钟，就很快，很快，真的很快。你早上起来，而且这个平面的设计特别符合我们，哎，这个很好，很好，特别符合我们。因为我用的是凹凸的那个，因为我们是东方人的轮廓，还有皮肤的质感都不一样，更贴服。嗯，六个到头的，是的，一般的就是两到四个到头，嗯，这个是六个到头，更加的均匀。对的，而且我们用那个只要五分钟了，用它的提拉模式只要五分钟就搞定，而且是全脸哦，左右脸加我们的额头。来，现在给大家姑给大家演示一下子啊，哦。好，你可能要我们做一下。嗯，我们站起来，你看可能看不见。嗯，你可能要。是的。好，你把头发弄一下。这个你看，我刚才开了，是不是？我一直没动它，我一直没动它，嗯，它就自动关了。嗯，它六十秒之后它就自动关了。我等一下要再开。是的，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会送你凝胶是有八支的，然后怎么用呢？把凝胶挤出来，你可以挤在脸上，或者在仪器上都可以，给它均匀的涂抹开啊。在你想要，我们送你这么多，你就不要省着用。嗯，来，小哥，我们小姐姐先对镜头看一下，大家先截图，看好小姐姐现在的一个状况，对，好不好？一会儿你才看得出来她对比。对，自己看一下。截图截下来她现在的样子，然后我们姑姑给大家现场的去试用，顺便跟你们分享。赚宝宝贝，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哇，2199是全部所有的，而且姑姑今天是可以有一个免息分析的。免息分期，这个开，长按，好，好，紧致的，红色是紧致，好，我们调整档位，三档，三档，我们就开始了，嗯，你按在脸上，由下往上，由内往外的去使用它啊，它是一个六级射频的射频仪。然后它的六个导头呢，就能让那个射频能量去均匀的发射，它是可以达到你的皮下3毫米的一个度，就是可以达到你的一个真皮层的。你千万不要快，因为我们不是像男孩子那样，嗯，我们是不是刮梳子，我们是要慢慢，你越慢，嗯，你越慢就越好，温柔一点。对，然后它是会提醒你的，就是你先用你的左脸或右脸，然后到了时间它会嗡的一下震动，然后提醒你要换区域了，你再换到你另外一边脸去使用它就好了啊。而且你又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停留，对的，超过3秒。哦，而且我们是有那个平面的摄头，它是有专利的哦，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一个一机多用的，不仅是可以给你做到提拉、紧紧、对抗岁月，它还能帮助你去蓬弹的，可以淡化纹纹。如果你开始觉得，哎，这个滑度不够了，你就再加在这个探头上面。模特小姐姐，对，你的眼神根本就是看仙女的眼神，是都看呆了，我看，好羡慕，近距离被女神美容。小姐皮肤蛮好的，是的。这个在一号链接，有需要的同学可以买起来，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抖分期啊，就是你今天下单的话可以享受6-7分期免息的。哇哇，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来，小哥，你看一下，我的天，真的有效。对，今天两边，两边好明显，好明显，这个下颌线一切啊就提上去了。哇，这边的肉哇，这个是肉肉的，你看这边，这样你看，对，你给他正面打侧，对，正面，看，歪，好明显。小姐，你下次要自己坐下另外一边，不然脸会歪。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对，只要5分钟，你想要 get 我们那个姑姑同款的一个下颌线，想要56岁还能有这么好的状态，56岁还有这个状态，你就比我这个20多岁的人状态还好，那你就用它。然后它清洁，好好，因为它平面清洁很容易，嗯，不会一些细菌藏在里面。是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嗯，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因为姑姑我们还是要直观的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对，2199你买到的是什么？不只是一个功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机多用的哦。就是不仅是射频，还能有一个微电流，还有红外光，然后它作用的层次是到达你的一个真皮层的，去帮你做对抗时光 K 衰，然后还能帮你淡化纹纹，好不好？先到手只要2199，还有一堆赠品加赠来。好，我们就准备要下一个咯。这真的要买，我一会儿真的要，我一会儿下去悄悄拍一下。因为我今天昨天不是熬夜熬到5点就回家嘛，我今天脸垮到不行，然后早上赶紧用了5分钟，脸一下就上去，很明显，对不对？很明显。我在家里面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对着镜子，先做一边脸，真的先做一边，因为我对自己太了解了，这个脸对着自己脸，就对56年了，我肯定知道是什么的情况。我做完之后，其实说实在，这个美容仪我们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他给我这么这个价格，我是心里面很多怀疑的，很多疑问的。因为价格很多疑问，在视频里面，我在想有没有用啊？嗯，你再跟我说怎么用，我都不相信。我带回家，我说让你今天我让我回家，我试完之后我就跟你们说就知道啦，可不可以？到底好不好用？对，所以姑姑是自己试用完觉得很好，然后又给身边的人去推荐，让他们使用，体验感什么都很好，才会上到给大家的啊。对啊。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品，白猫的柠檬红茶。洗洁精，这个洗洁精，姑姑之前白猫，白猫，白猫，我家里都是用白猫，是吧？而且从小听到大的一个牌子，是吧？我喜欢它，因为它特别容易就一些污油啊、油啊、油的洗得特别干净。对的，这不用多说啊，这不用多说了。日常价格19.9，今天直播间9.9一瓶、两瓶、三瓶的一个量，在一些小商店你要7-8块、也要的。而且今天都是这样子大瓶的，500克、500克、500克、1500克，9.9的一个价格来上链。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三号链接也开了，翠翠都开了啊。童姐风采依旧，姑姑身上的裙子今天没有，大家可以点关注好不好？后续让姑姑给大家多推荐一些好看的衣服，好吗？这个是我们的。我发现下一次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哈，全部衣服的。哎，可以，你们想要吗？问一下同学们。对，想不想要？你们想要姑姑给你们来一个服饰专场吗？但是 想不想就是说想，但是我跟你讲，姑姑服饰专场蛮累的，所以一定要他们热情才给做。对，真的蛮累的，是蛮累的，因为你要一直换。哎呀，比我试装的时候，而且要到冬天了，肯定是厚的衣服嘛，就会也很热。哇，所以大家一定要热情高。我有一个叫移形换形的换衣服的方法。怎么换？好快，很快。我可以在车子上面换衣服，大家都不知道我换衣服了，而且没走光。就是这样子在里面可能拉袖子。对对 对，然后就看了就不知道。小秘诀，下来我要问一下。想要是不是很多同学想要？我们姑姑推荐衣服，那我们后期给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安排上，好不好？然后我身上这外套，我们身上这外套也要关注姑姑，后续才有，好不好？我也想问你，还有没有看是不是？我们后续关注一下。好，我们下一个品喽，下一个也是我们的福利品，我们地板清洁液。这个就是不用多说，因为今天价格非常好。因为今天价格，姑姑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多说一句秒没，你信不信？对，我想说，因为它好便宜，我怕一说就没了。对，它两秒。两秒是不是？两秒就没了。如果两秒没抢完的话，我们下掉。对，500毫升的，只要6.66块，对的，666。真的模板6.66块，又能清洁木地板，又能清洁那种地砖，什么都可以啊！来，我们6.66块福利价上链接倒计时，3、2、1，1号链接。被子怎么没有？有哦。被子没有，几号链接？4件套，13号链接4件套，买4件套送被子，是的，而且送羊毛被，离谱吧？这种机制只有姑姑想得到，这一般是买被子送4件套，我们今天是买4件套299，送枕头，送1100多的被子，枕头就是你枕套，枕套搞定，枕套都搞定，好，然后我们下一个。你是小过啊，你不小嘞。哎，上这个？哎，哦，这个我还敢拿开，我以为他让我喝水。我以为是上这个。他刚摆过来，我以为他让我喝水，我蛮贴心的嘛。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下一个我们的杯子，是不是很帅气？很酷哦，很酷哦。这个是咖啡杯的外形的保温杯，这个是保温杯啊。对的。
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就是外观就赢了，我觉得外观不用多说，用来拍一个照片，就是你出去，比如说你带出去，它是可以这样提的嘛，然后跟朋友、跟闺蜜一起拍拍照，这样子举着，就是很洋气、很时髦，很好出片。放在放在，办公室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量是够的啊，350毫升那个容量，就你装咖啡啊什么都可以。它不仅保热，颜值，颜值就有，你看这个绿色，这也好看，三个颜色都好看。都好看，然后刚刚姑姑提到的就是它不仅保热还能保冷，就是你冷饮也可以的，冷饮是保冷12个小时，热饮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这个日常价格是99，今天姑姑直播间到手只要79一个。然后我们上面你看到这个绳子有的，然后还会送你我们的比如说好玩卡呀什么的，我们的一个纸杯套，就这个纸杯套会送给你，包括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东西啊。到手79，来上链接倒计时，3、2、1，一号链接。然后这个有一点，它盖子可以换，就是比如说他买两个对吧，我今天是这个粉色配黄色，你可以换，对，可以换，怎么搭配都好看，对的。我这个做了指甲就感觉是个废人，就这样的，哎，这样好看，对呀，你看，都好有搭配，哎，这样也好看，同色系，就如果你买两个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互换的啊。然后它是你给它倒过来，稍等一下，给它倒过来，它是不会漏水的，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里面是316的布钢，对的，316的不锈钢，这是什么呢？我说的360啊，对呀，我特别就是316，顺口316啊。然后就是耐腐蚀，所以你装可乐是 OK 的。然后喜欢它的买给孩子什么也是放心的，因为我们都是食品级的一个硅胶跟 PP 材质啊，大家可以放心。哎，这个是你的？对，这我的，有水。把盖子换过来。对。蜜光就是颜值，颜值已经取胜了。我也觉得，你拿出来就很，拿出来就很酷酷的了。是的。然后那个美容仪有同学在问送什么，我们会送你7支凝胶，到手就8支凝胶，还会送2盒面膜，都超过一年的用了，还会送2个沐浴露，每一个沐浴露都是200毫升，然后还会送面膜，对的，面膜是会送的，然后还有什么我有点记不得了，太多了太多了，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再给你看一下，不要再过于那个什么正比，主要是它本身的仪器要好用，要真的对你有帮助，对你的皮肤提拉。哎，有同学在问，凝胶用完了去哪儿买？就是去你买的官旗店买凝胶就好了。其实8支凝胶要用很久很久很久了，对的，一支用很长时间了，一个月都够了。可以，我们那个小雨莎莎想说介绍一下那个赠品好不好？赠品再给我们翻出来一下，跟大家说一下，美容仪怎么分期？麻烦说一下，抖分期。哦，对这个。我就说有个什么东西忘了，贼大一件的，这个真的实用。这美容仪今天一定要去买，同学们，那个美容仪是，我能说实话吗？我会说，如果你想入手第一台美容仪，选它。是的，又省时又省力，因为姑姑买过很多美容仪，我也买过，我也踩过很多坑。对吧？就用很久，能够比美的，能够比美的，真是一个价差蛮大的，对，差值很大。你想入手就想了想了很长时间，我想买一个美容仪，真的觉得好几千块，又不知道好不好用，真的感觉怎么样？好，你就想入手就买 Amiro。然后，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一些美容仪了，像姑姑一样的话，你可以把它替换。对的，有福利，一直都有福利的。哎，很多同学在问那个仪器。我看很多人他们可能之前在考虑，在考虑，然后在考虑当中，你们都不说了，都没了。我们快速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好的。快速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那个仪器给我一下，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有什么东西。你平时去买蜜光的美容仪，我就快速给他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品。我们蜜光的美容仪 Amiro 的日常价是要3600。